春啊花是早期结婚喜庆当中一定爱使用的物品。第六岗镇有一位春啊花工艺创作者陈雅秀，点花技法真厉害。搁较好，彰化县政府登录为传统艺术保存者。即卖陈雅秀老师是来出版《六岗传艺陈雅秀绣线花》这本册，介绍三十多种上界经典的点花技法，让民众了解到点花艺术之美。伊是六岗点花工艺家老师陈雅秀，今仔日的伊身份不只是点花老师，阁是作家。因为陈雅秀伫咧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补助之下，出版《陈雅秀绣线花》。从最简单的开始啊、哦，最简单的，您就是完全不会的人，就有一支剪刀、一张纸板、一支铁丝、一条线来缠就可以。就可以缠，就慢慢看，慢慢看，慢慢看，就可以变成一个慢慢看。当然没有，不可能一下子说像做我戴的这样，不可能啊。这是我里面最难的这种，啊，我还没弄出来的，还有更难的还有啊。新册发表会，真侪亲戚好友甲地方属性拢前来祝贺。陈雅秀老师也希望这本册会当予未晓点花，也是介意点花乡亲会当了解甲爱着点花艺术。做这个要有耐心啦、啊，必须要有耐心坐得住，没有耐心是没办法的，真的要有耐心啦、啊。做这个你一旦你做成一朵花之后，你会很有兴趣，越做会越感兴趣，越做会越爱做，做到三更半夜都不想睡。做这个都是这样。随着不断提升的技艺，用力去创意甲卡书，陈雅秀展出春啊花的新生命，也希望借由这本工具册，让点花技术会当永远流传落去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，六港采访报道。